今天休息，在家做豫园马索，共计花费 3.5 米。准备豫园，磨出粉丝时刻，一块红糖，红糖放进锅里，加水煮开。煮开后倒进碗里备用。我这个是姜汁红糖，所以稍微过滤一下。再来煮豫园，水开下豫园，浮起水面再煮，一两分钟就可以了。捞出锅凉水，还要马索，牛奶300毫升，加两勺白糖，不熟粉倒进去，然后小火不停地搅拌，一直小火，要有耐心。这不就成了吗？终于实现马索自由了。看这糯叽叽，就问你想不想吃？整个倒进红糖水里，真的太治愈了。红糖水太多了，舀点出来，哈哈。芋圆也加进去，这一份外面起码15，很适合姨妈期的小甜品，跟我做朋友啊，我做给你们吃啊，绝了绝了，开灶了姐妹们。